除了嶺南新世界之外，廣東奧體水上樂園今日亦都有活動，適逢六一兒童節，園區以安全健康親子作為準則，開展了一系列的親子遊戲以及主題活動，並倡導家長和子女一起玩，享受遊戲的樂趣。很多市民帶著小孩子前來參與，在園內的各項水上娛樂項目親密互動。除此之外，園區還精心組織了某幼兒園的小朋友們，為到場的市民帶來了多種多樣的精彩表演，大家其樂融融，共同度過了一個快樂的六一兒童節。